好，盛聪同学，大家好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五三五四五徽点。好，大道金光一线一贯，正法圣宗教律，诸佛先真銮训，天命明德率性，金光一线是为名师，智德天道还原，道长老前人，真宰欲化万端小子，三归一，归极乐，极乐归极乐正路，相法观世音。归明路，归明师觉路，正法超三界，归真路，归真人净路，末法开群论，五觉路，一贯觉路，佛觉至尊，佛陀究竟果位，圆觉，圣宗觉路，圣宗心印，菩萨六度万行，子明觉路，贤则明心，先真悟因报行始觉，修真觉路，先真见性，圣王见德功行，子真觉路，君子务本，凡夫匹夫不觉本觉。是愿忏弥勒祖师妙法无边，复辟众生，忏悔佛前，改过自新，同住天盘。姓氏蔡龙，以前心贵在明明上帝莲下，信受真传。凡系佛堂颠倒错乱，望其祖师赦罪容宽，南无阿弥陀佛天缘。好，弟子学习，学生学习五三五四，谢谢。